大家好，今天下雨天啊，然后我们出来去抓那个知了，一年一度的那个知了啊出来了，然后我们今天出来搞一点啊，晚上回去简单吃一点，然后现在先做好准备工作啊，最主要是等一下到六点多七点天黑的时候，那时候知了就全部爬出来了啊。地板上发现这样的洞啊，这个就是知了爬出来的那个洞啊，说明这边就有知了啊。然后像这种树啊，我们用这个胶带把这个树缠一圈起来，它到晚上要爬起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胶带滑滑的，它爬不上去，等一下就集中在这个下面啊，我们直接剪就行了。那现在先开始缠胶带啊，全部给它缠过去啊。哇塞，大白天都有啊，兄弟们，可能因为今天下雨天啊，这只还是活的啊，现在才三点就已经出来了。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啊，把这些树全部缠起来一圈了。然后胖子跟阿溜他们在另外一头啊，现在都已经缠完了啊。然后我们等会去吃个饭吧，吃个饭，天黑之前我们到这边啊，然后就开始抓了啊。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，那个蛋白质很高啊，然后拿去油炸什么非常好吃啊。来坐，出来了啊，天一黑就出来，下面还有一个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一过来就这么多，干上来。这个刚才走过来都没看到。对。啊。嗯。呀，泥巴刚爬出来，湿湿的，这速度很快的。这边。嗯。你看，泥巴里面刚爬出来，黑黑的。他爬到这个位置了，就被胶带给限制了啊，爬不上去。然后这边还一个，两个啊，收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一个，来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哎，掉一个，哦，这下面还有八个，哎，有的是空壳，空壳，空壳，来那边，你走开，走开。先不要，我先拍一下呗。八个，来来来来来，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呼呼呼，喂呀，发财了！来这边这边，这个下面也有，来那边，喂呀，胖子又笑眯眯。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哈，这个好，这棵树好啊，这棵树好，你这个不是做个记号。知道吗？这一棵树要你看大，做个记号，明年再来一个。这个是不是？这个做完了。哎，也是啊，也是。哎，他可能是、那个、可能从这边，从下面抓。那个、我们只能绊倒这样。对啊，从下面给抓进去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啊？你看一下，露个脸，露个脸，还行嘞。哇，一个月搞了可能有三四十个了。晚上感觉好像没有去年的多哈，是啊，时间不到，时间还没到，可能那边看过了，走，我们换个地方，走，继续啊。对啊，一棵都一只两只，去年的都是很多只很多只的，奇了怪的，是我估计是下一，只有一只，也有一只，一棵只有一只，没搞头啊。这一棵都没有了，看来今年要省一点吃了。你看一棵这么大，才一棵才一只。啊、哦，一棵树才一只。嗯，排队啊，这只正在努力的往上爬。上，一只。哦，这边还有。两只、三只，就三只啊。没有了。哎呀，今天晚上三只就算多了，啊。三只就算多了，进去吧。终于又看到成双成对的，成双成对的谈恋爱，又是一对，发财的节奏啊！啊，怎么就是机智？什么机智？你听见没的？是路上了不了嘞？怎么就那机智？对啊，来来来，前面还有一块树林，去看一下。只有一次，
第二次就没了，抓不够，买来凑啊，又买了这么多，哎呀，大半桶啊，1000多个啊，看着这下可以简单吃一点了啊，可以啊，要不然你看、啊、我们就抓了这些嘞，胖子塞牙粉都不够啊，现在回去简单吃一点，走，简单吃一点啊，啊，到家了。然后又给复活了，这个又在研究什么？坚果，又要研究坚果，意思那些治疗猴还不够吃，对、啊，不够填饱肚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个高蛋白的要配点粗粮啊、哦，要不然吃太多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米酱，米酱。人啊，胖他是有原因的，真的是有原因的。炖汤，又雾烧了。厨师说这个要雾烧了才好吃啊。对。拿外面高速炉来，要用大火。厨师说要用大火。等一下下暴雨了怎么办？下暴雨下的烫。是明天的，明天是初一啊，懂不懂？哦，明天初一要吃米糕。这个团队化合理哈。我以为晚上这么简单了，还要更简单。一人10朵哈，30朵。阿刘说要浑身化合理是吧？我们自己的浑身化合理而已。啊，自己的。心里包包了是，香又香没有。我以为拿这么多浑身要化合理嘞。没有啊，没有哈，自己的。然后倒到这个砂锅里面啊，再去煲一会儿。下面是泡菜，再拿去煲，直接下锅啊，先油炸一下啊。来，再给它炒一下，压一下。入味一点啊！哦，是那个飘飘的白花椒，椒盐粉啊！阿娇，阿刘闻到香味了，第一股的。出锅，开吃啊！就这样，简简单单。来，厨师辛苦了，厨师。你先吃，你们先吃。厨师先尝一个，来。老板，你帮我。来。厨师。嗯。怎么样？比刚才比凤牛好吃。比凤牛好吃。牛肉。是不是像牛肉？是啊。有没有像牛肉比较有。有没有像牛肉的感觉？那没有，感觉挺牛肉，挺好吃的。啊。嗯。吃一个。换嘴巴。换嘴巴咬。哦呦，好不好吃？香不香？再跟他嫩嫩。现在吃完了，一样再拍一下啊。这个哈，哎，好吧，妹妹喝水。要就两个，一下要吃两个才有感觉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够劲，够劲，香不香？香，可以啊。好东西呀、啊，鱼粉应该好吃。这个不能吃太多，知道吧？吃太多，晚上回去跟你讲，啊，哇，不能吃太多啊。吃多了又有痰了呀。适当就好，知道吧？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啊，还是说季节太早了，晚上抓的不多，我们总共就抓了几十个。然后去年去抓就感觉非常多哈，一棵树都是好几个好几个啊。然后晚上又向他们买了一些啊，买了有1000多个。然后像这个金蝉哈，一只都要1块钱或者1块多啊，都有，也是非常好吃的啊。然后过两天如果没下雨的话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这边都下雨，过两天没下雨的话，我们去再抓一点啊，这个东西到时候库存一点啊，平常有吃的时候拿一点出来油炸一下，那个是非常香的啊，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，真的非常好吃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拜拜。